八場三班二千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神龍區好快閘步喺埋邊啊！咁再見到中檔位置，君文寬走咗上去，最初咧黃衫嗰只就福多寶嚟噶。咁中檔第四位關鍵時機就紅衫紅帽嘅，喺埋邊有文武傳奇啦，外邊美麗歡欣啊，粉紅就亦都上咗少少嘅。尾三位置有呢只就安城啊，尾二橙衫天外天，咁啊暫時墊後咧係嗰只快益線嚟噶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呢個對面直路頭啦，咁啊前面帶咗出嚟噶嘛，係君文寬放頭跑。跟住第二位就是那隻福多寶，再見到第三位在外面位置就美麗歡欣，中檔第四位紅衫紅帽就關鍵時機，內欄位置出閘快的神龍區就跟住內欄大約第六度，因為外面安城走了上去，後面的三隻文武傳奇、橙衫、天外天暫時包了落尾，依然都還是那隻快益線來的。好了，跑到對面直路的中尾段，前面都還是君文寬就放頭的，跟住第二位有美麗歡欣，第三位的馬有這隻就福多寶啦，攞咗埋欄，跟住第三位，第四位外邊是安城嘅紅衫白帽啊，再後邊嘅馬第五位紅衫紅帽關鍵時機內欄，第六位神龍區後邊三隻就文武傳奇天外天包咗落尾，仍然是嗰只快益線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中間啦，前面就君文寬、美麗歡欣，咁啊福多寶、安城第四位、第五位攞出去外邊咧就係呢個關鍵時機，最出仲係文武傳奇內欄，尾三就係神龍區，尾二咧馬林後邊啊橙衫天外天啊包咗落尾。白臂姑咧就快益前啦，入正最后直路，咁啊埋边啊君文宽，外边安城一鼓作气冚咗上嚟，再见到后边嘅马橙衫中档天外天，外边位置咧仲有呢只快益前亦都冚紧上嚟，马林中间咧红衫红帽绿色就仲有关键时机啊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，埋边安城占先，中间天外天打咗上嚟，外边位置仲有快益前，最后一百米到中档天外天透出，外边快益前追紧佢，埋边安城接近终点，天外天中档一路压住快益前，第三安城，第四系关键。时机啊，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天外天前中段佢系贴栏噶，咁啊响个马林中间咧就稳位追上嚟啦，外边冚有快益线，咁啊至于第三名咧就系嗰只安城都俾人掟甩咗少少啊，早用咗啊，第四名嗰只关键时机天外天啊，呢只波件事都骑得几好啊，喺度赢马赢住只快益线，第三就安城，第四就关键时机。